我想知道你心目中嗰个系点嘅啫？多谢。我今日结婚啦，佢对我好好噶，对我屋企人仲好。总之就合乎晒所有女仔最理想嘅择偶条件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为我付出，我心里都知道。话个秘密俾你知，你要勒索 Terence。一段关系里面，只要其中一方唔诚实，最后造成嘅伤害会系意想唔到咁恐怖。你得翻一条路可以拣，要做就要做到底。想同我一起讲大话。